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ri Advaita Gadadhar Sri Vasadi Gaur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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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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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Dajja Hao. So, Jin Tian Woman. I say Mayapur, they're in Haishabushyao. And with Korpunima Dasha, Ju Chaitanya Shinsenra Dasha, seeing Hindoran lie. Hindoran. And we want to say, Zayindo Jigasha, male Hindada Singwang Bingdu, male Hindada Wenti, so Dabu Fenderen Budai Kojao. Then male. Mayo wenti, mayo hendo wenti. Wama mayo tingo, yo hendo ren yo singwan bingdu. So, wama zaijili bijao feng song, wama feng shenze do chanja hodong, kirtan hendoa, yo kirtan mela, yo hendo ren lai ting kirtan mela, hendo ren lai ting wama shravana utsav. Hayo Gishen Shang Abhishek Gorpunima Natian Woman Gishen Shang Muyu. So Negasha Mayapur Ren Tibia Dua Woman Burong Zolu Woman de Miao Chung Mangdaren Wybian Yeo Hando Handoren Jintin Zhao Shang Wai Chu Miao. Well, Jintian Zhao Shang Chu Nabian, so Prabhupada Guru Puja, well, kind of Miao leader in the Bushiao. So, woman the function is Han Sinyun, woman Bushang Hui Lai, Ju Jin leader in Taman Bushang Zhao, Taman Jida Zai Mai Pur Tebi Hao. Shen Zai. 也是比较热，我们夏天已经到了，在这里，差不多40度。奉献者他们也去恒河沐浴，Rajendra、Chaitanya Charan、Prabhu，他们天天都到恒河，进去恒河沐浴。 去恒河的人也不少，很多人去。我们在这里也有好几个sannyasi，有很多有一些从 Vrindavan 过来的 Maharaja， 他们也来到 Mayapur。Jayapataka Swami 这个说 Tabusai， 他。 他去美国，可是我不知道他可能还在中东，因为他有那个绿色的课，他需要去美国，所以过一会儿回来，过一会儿我们下个月4月份我们有Jayapataka Swami的 Vyasa Puja， 那个时候也是。 Ekadasi, 两天以前, 也是 Ram Nomi, 就 Ramachandra 先生日, 也是比较大的活动, 就 Ramachandra 先生日, 两天以后是 Ekadasi, 是 Ram Nomi, 第九天, Ekadasi 11天, 所以下个月，我们的新的庙还没开，他们说24年开庙开张，我们看，我们比较大的事情，我们就要把神像搬进去，他们新的家。
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身上也很大，也很重，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安排。可是我们带他们进来，所以我们带他们进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带他们进去神的庙。可是需要时间，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麦阿波尔，我们安排很多一些课程，有的人参加 Bhakti Shastri 课程，有的人参加 Bhakti Vaibhava 课程，有的人也参加 Bhakti Vedanta 课程。他们都喜欢读书，学习经典。Bhakti Vaibhava 课程，我们学习 Bhojavatam 第一到第六篇。Bhakti Vedanta 课程，我们学习第七篇到十二篇。所以不是很快的事情。为了学习第一到第六篇，需要很长时间，差不多两年，看你多少课程。有的人他们参加课程一个星期两次，有时候也是一个星期三次，每个课两个半小时，每个单元也有考试，所以有好几个考试，差不多每个月有考试，需要回答问题，也需要背经典，也需要写了一个文章，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这样我们比较忙。我们的奉献上没有休闲的时间，都比较忙，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太多休闲的时间也是不好，所以我们的奉献上都安排这样的活动。这个时候奉献者，我们中国奉献者，我们想安排一个 Bhakti Shastri 课程在这里，我们还没安排好，我需要跟他们谈能不能安排，看有多少人愿意参加，还不知道。可是看起来，全世界的情况越来越放松。香港他们也说，香港说开始有飞机去印度，也全世界的飞机也可以来香港。所以大部分的国家比较，他们开。他们欢迎旅游的人，泰国、马来西亚的地方，他们也开放，他们欢迎旅游客可以来那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还跟你们联系，我们有机会，跟你们谈，我们也了解你们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问题吗？还是你就希望我自己讲？你们
如果你们有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自己讲。不对，我想，就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巴提沙萨十岁的课程，是只是在圣地的奉献者参加吗？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参加吗？有可能吗？Bhakti Shastri 都是全世界的人，全世界都可参加。就您刚才说的，在上帝要开的那个。对，我们都是那个 Mayapur 的学院开了那个课程，可是他们广告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参加。Bhakti Shastri 或者 Bhakti Vaibhav， Bhakti Vaibhav 他们一定要信靠上 Bhakti Shastri， 因为 Bhakti Vaibhav 高一点，所以他们要信，一定要信学会 Bhakti Shastri 以后可以参加 Bhakti Vaibhav。 可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参加我们的课，我们讲课的时候有很多国家，有美国人，有英国人，有欧洲人，有俄罗斯的，有澳大利亚，他们都来一样的课。对，那个是英语的，那可能我们参加不了。我说对中国奉献者没有专门的那个课程是吧？对，我们没有中国的课程，到现在我们还没安排好，这个都是英文的。我们国内现在疫情的情况比较严重，像我们沈阳东北地区现在各个城市都已经又都封锁了，我们两天做一次核酸检测，我刚才刚刚做完核酸检测，就是大家都已经小区啊都封了，都不让流动了，都不让走了。最近的疫情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我们所有线下的联谊现在也都停止了。高普尼玛的时候本来是安排了联谊活动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在家过的。所以也没有做这个庆典，非常遗憾。可是你可以用网络，可以就上网跟放线上联系。对，现在就是小范围的在网络的联谊吧。只能暂时保持这样。可以，没有问题。大部分的奉献者都是这样，都是网络联系。我们的课程也是网络，我们麦普的学院，我们的课都是网络，很少有没有网络的课。因为很多地方，很多奉献者他们在全世界都喜欢参加这个课，所以他们参加，他们申请，他们来参加，也来听，他们觉得有帮助。当然，我们没有中文课，你们是。如果有好的英文，你可以参加。我们有那个 Sitala Mataji， 还有梅林，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也参加那个英文。Guru Mukha 他已经毕业，他已经考上那个 Bhakti Vaibhav。Guru Mukha 他是一个好学生，他的英文很好。还有。其他的奉献者也参加过，我知道。Subuddhi 的妻子 Lalita Pran， 他们都参加过英文，他们都考上了。对，他们英文都很好。那个古尔木卡马达基的丈夫贾纳尔丹帕古现在在沈阳，来参加过我们两次联谊。他的孩子也跟他在一起？没有，他孩子在，好像在住校，在杭州那边吧。
暂时没跟他在一起，他回到沈阳，然后做一些做生意还是什么，反正暂时生意可能也不做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是暂时还留在沈阳，本来是要跟我们安排联谊啊什么的，现在联谊又做不了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嗯，不容易啊。他的家人还在那边，他有亲戚在沈阳。对对，他母亲还有姐姐啊都在这边。哦 ，OK， 嗯，他有地方住，他没问题。对，他自己有一个房子在，他们自己有一个房子。哦，他自己有房子啊，嗯，不错，好。不如那这样，就是我们看看我奉献者们每个人都有什么问题，单独跟你交流好吗？好。可以，那我们先请那丹尼斯妈妈吧，丹尼斯妈妈。丹尼斯的。对。哈利。丹尼斯妈妈，您可以开麦。顶拜古鲁，哈利克什纳。哈利克什纳，玛拉吉，顶拜。顶拜古鲁，对，古代。哈利波。我有一个问题。嗯。哈利波。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姑，我想知在灵性世界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家？当然有家，每个人有自己的家，每个人有，应该有，看你在什么地方，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呀。当然，在灵性世界没有三亚西，没有三亚西，那我们都有家庭。那怎么知道自己在灵性世界哪个星球呢？比如说是瓦昆塔呀，还是格罗卡文他们呢？还是其他，所以按照我们跟 Krishna 有什么关系，因为仆人的关系，他们都在 Vaikuntha。 可是如果你更有爱心的服务 Krishna， 特别像跟 Krishna 玩在农村，你可以进去弗林达文。如果你喜欢农村的生活，如果你觉得父母牛也做这样的母牛姑娘母牛通的生活，你可以进去高洛卡，没有很大的分别，都是灵性世界。能跟 Guru 在一起吗？在灵性世界？有很多，他们都是 Guru 那边，每个人都是 Guru 那边。可是你不认识他们，他们看起来他们就是奉献者，可是都是纯粹的奉献者。你不知道谁是 Guru， 他们都是 Guru， 他们都是很非常高的奉献者。因为他们进去灵性世界，进去灵性世界的人，他们都是高级奉献者。谢谢古鲁德，萨比，我的问题提完了。谢谢古鲁，感恩。Hare Krishna， 你的农村怎么样？农村的房子怎么样？还在那儿呢。那个现在沈阳疫情都封村了，进不去。等疫情结束，我们就会回去。可能那个时候三月份，可能那边还是冷一点呢。现在挺冷的，土地还没开化呢。这太早啊。对，有点早。
大概四月吧。四月。四月中旬，六月中旬，大旬。还需要一个月。对、嗯、对对。嗯。呵呵呵，你想去那边吗？我想去听咕噜的话。那边还好吗？他们没有看你的书啊？你经常看到啊？没有。去年没有经常去，因为在城里服务哈利达斯跑步、哦、所以没有经常啊。嗯嗯。但是我经常用电话和邻居联系，他们说那里挺好，没有问题。啊、他们帮我啊，帮我照顾。哦，很好。你跟邻居联系啊？那、哦、邻居经常打电话、嗯、问他们我那儿怎么样了，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再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帮忙照顾、哦、这样啊啊，嗯，跟我挺好的。嗯、哦、OK， 当然、嗯、你了解他们，他们需要什么、嗯、我们需要钱。挺好，他们很帮忙。我们的大门过年，中国有习俗必须贴上那个对联，就是红色的大写字。嗯，我没过去，因为我城里有嗯哈利达斯这儿，所以我就走不开，他们都帮我嗯贴的那对联，符红的大红纸都贴到我的那个我们那个大门上了，都他们帮忙。就是中国的习俗，就是说过年必须有红色，这样才能兴旺。然后我就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去帮我买，然后再帮我贴上，他们挺高兴的。嗯，太好了。嗯嗯，很好。谢谢顾问。我们看我那边的苹果树怎么样啊？你的苹果树可能不怎么样。啊，以前不怎么。哦，真的。不怎么样。哦。因为没有管理，就是自然生长，所以没有剪枝，没有除草，没有上肥，旁边的树特别高大，影响它的生长。嗯。旁边高大的树，我们又不能砍。嗯。这样。嗯。OK。但也还是能有个三十几十棵不受影响的苹果树在那儿长得还不错。嗯，整个的这个植被非常好，因为没有人到我们那儿砍树了。嗯，这个挺好的，没有人去砍树了。很好，谢谢姑姑。对，所以我们希望早日你可以去春天，下个月五月份了，四月下旬或者五月上旬，这也要看沈阳的疫情怎么样。嗯，对。嗯，对，看情况怎么样。对，好。别哭。OK。看到咕噜真好。Hare Krishna。Hare Krishna。很高兴看到你，萨玛特吉。谢谢咕噜，对，高兴看到咕噜。Hare Krishna。Hare Krishna。阿弟。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
哈拉姆拉达姐姐，你要跟咕噜说话吗？是谁？是 Girdas Mami 的门徒，就是那夫妻两个，哈拉姆拉达和亚德文卓帕布。哈拉姆拉达马达基，我还整不好了啊。顶拜咕噜对 ，Hare Krishna， 顶拜你。我是帕拉姆拉达。哦，帕拉姆拉达。嗯，你好，咕噜对。很好。嗯，看见你太不容易了。嗯，你好。Hare Krishna。你也是咸阳的。我刚做完核酸回来，我们刚做核酸回来。哦。嗯、大点声。可以，声音挺好的。啊，行。咕噜队在圣地吗？对，是的，在麦普。啊，还在麦普。你去过吗？太好了，嗯，看你身体这么健康，太好了。哎呀，你去过？你去过圣地没有？嗯。你自己去过？去过圣地没？啊？还去过圣地？我去过。你去过啊？去过玛雅普、哦、嗯，很好。哎呀，还想去呀、啊、啥时候还能去呀、啊、哎呀，大庙建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呀、啊、大庙 还在盖，还没开，需要、哎，他们说2024年开张，还有两年，你可以来。还有两年，好，等着去。哎呀，好，姐姐，帕布，你和帕布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一位。帕布，你有问题吗？问咕噜队。他开方格呢，跟你玩，他说没啥问题，问题他也不会说。行，好的。啊？那个还，你哈，顶拜他，他可以还用翻译吗？咕噜队。Hare Krishna Prabhu， 顶拜你。哦哦。网络不好啊，是什么？是他的网络不好。Sama Saki， 哦，过来了。Hare Krishna， 亚德文卓帕布，刚才说话没听到。啊，他没听到。对，网络不好了。对。咕噜队，你好 ，Hare Krishna。Hare Krishna， 我是你那个。他上沈阳来。你上沈阳来，祝福祝福我到北京起义那个亚达文卓 ，Hare Krishna。能想起来吧？能想起来，真的。嗯，你上沈阳来不少次，我给你带过花环的。在北京。上沈阳，我们是夫妻。嗯。哦。嗯。想起来了吧？沈阳。但咕噜队哈利克什纳。哈利克什纳，普罗。啊。哈利克什纳，哈利波，哈利波，他们夫妻两个，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服务非常积极啊。他们也得到那 Girdas Mami 的二次洗礼了。然后、哦、给我看，给我看他们的神坛，他们的神坛在。你们的神坛给咕噜看一下。这个好，
对，把神坛让郭茹看一下，郭茹要看我们的神坛。我调过来，我转过来，对吧？对对对，这样转转过来。转换镜头不会，我不会转换镜头啊。行，就这样可以。能看准吗？能看准吗？哦，好，很好，看到了，啊，很好，嗯，啊，嗯，有的，你把那白的拿去，那是书，嗯，看看，我不会整，真不会整，这是书，这是线，嗯，啊，这是这样式儿，很好，这怎么整着，这。对，行，姑姑看到了，嗯，整不过来，不会整，看到了，嗯，好，走上外面去，他们非常努力的做服务，哦，现在他们也第二次去的已经得到了啊，对对是去年的时候。他们也跟你一起，他们经常跟你一起，他们是你的主吗？对，对，基本联谊都是到我们中心来联谊的。他们两个人都来。对呀，对，都来，每次帕布都特别特别积极的服务。真的。我们就这一位帕布。所以有什么体力活都是帕布来做。他会做饭。帕布做饭少，基本就做崇拜呀什么的。然后帕让曼扎的曼德基他做饭做的挺好的，做甜点也做的挺好的。很好。帕布做崇拜呀。啊！祝国罗队身体健康。我们也祝福你寿比南山。哈哈哈哈哈！那是哪祝国罗队身体健康，传道顺利。嗯，福如东海。福如东海。哈哈哈哈哈！我身体不咋好，祝国罗队多好。好，那我们就下一位了。Hare Krishna. 下一位吧，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好，我们请 Samasaki 吧。Samasaki， 开麦。Hi Krishna Gurudev. No, Samasaki Laila. Gurudev. 你替 Krishna 给你天安排，每天都安排满满的服务，是我感到超然的快乐和开心呢。真的，你做什么服务 ？Gurudev， 我。这明天还有个联谊，但是也取消了，因为小那个疫情的关系，只能在线上联谊。以前呢都是在线上联谊。不对，你那边现在很热是吗？什么？我说你那边天气很热吗？天气很热，是特别热，40度。40度。但天气无论天气是冷是热都没有影响到咕噜你超然的服务，你每天都有满满的服务。我容易睡觉，天气很热。我容易睡觉吧，容易打瞌睡。
能看到歌的听到歌的你太难了，最后歌的传教士的吉祥如意 Hare Krishna。 你的圣诞在哪里？我是简易神堂部队。嗯，我还没立正式神堂，只在中心那个一个在达纳迪拉家。嗯，你不让我看你的神堂。不是不让你看，我的神堂太简单，部队。没关系，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嗯，能看到吗？往下看不到，现在可以吗？再往下，下，嗯，看不太清。真的看到吗？你看吗？现在可以。可以啊。真的能可以啊？对。嗯，我对我。嗯，你说，就是由于条件关系，我是很惭愧，没有做像人家那么好的神坛，那么好的服务，只能靠着就是在心里头冥想着服务，每天供奉着花和崇拜。Santi，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他非常惭愧，因为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也没有设立那么好的神坛，也没有像其他奉献者做那么好的服务。他每天只是冥想着做一些供奉的花啊这样的，所以非常惭愧。哦，你的花都在你的心里啊。是的。很好。对不起你，没有什么对不起，就很好。你在心里面崇拜也可以啊，也是一样。你用你的心意崇拜，我知道那边这个时候天气还是很冷啊，所以不容易拿花。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到处都有花，我们不需要买花，我们就在外边可以拿花。可是你不一样，在那边没有什么花，这个时候还是很冷，地很硬，所以用你的心意供奉花也可以啊，也很好。你用什么？你心意里面供奉什么花？你应该有香啊，应该特别有香。有啊，心意有香，香中水果花。你应该是泰式的花，你很泰式的。我给主供放的是马拉拉奇花和帕瑞加塔花。哦，帕瑞加塔花。哦，帕瑞加塔花。对，我给你供奉，我总是给你供奉一串大大的红玫瑰花。哦，玫瑰花，嗯。帕拉加塔花也有啊，从天堂下来的花。嗯，在经典上看到的有的那个书上写的什么花，我就和那个就记上，我还供奉那个花。哦，很好。嗯。很好。你的老公还没开始念诵？没有。我管不了他。嗯。Chandra Valley 怎么样？ Chandra Valley 在，可以让他说话。嗯。好， Chandra Valley 可以开麦。Shamasaki 现在那边有多少人？你们？Guru Day。 哦 ，Chandra Valley 啊 ，Haribo。Guru Day 顶拜你。好，顶拜你。
我是不是没有开视频呢？对，视频没开开。啊，这回开了。咕噜队，啊，顶拜你。啊，哈利波，Thunder Valley 来了。哈利波，我前天啊，这是我的母亲，89岁了。看起来她是你的母亲，对。嗯，他是80多少？89岁。哇，89岁呀、啊，那很好。啊、嗯，他跟你一起住？不讲，我天天来。哦，天天来，他家离你不远。啊，离我不远。他一个人。还有我还有父亲呢，我父亲91了。哦，父亲91啊，哇、啊，你的家人，他们都长寿啊，都长寿，很好。对、嗯，非常感恩你在百忙之中来跟我们联谊，谢谢你啊。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对，你给你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给你的父母菩萨的吃吗？他们都吃菩萨的。咱们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我们是现在是一个星期联谊一次，在那个尤玛帕达斯瓦米家、达纳利拉家联谊。我们现在疗养团队是6-7个人吧。由于疫情呢，就是上这个星期就不联谊了。在联谊的时候，夏玛就给我们教我们，就是，那个供奉，还有崇拜，就是还有那个给我们上课，给我们讲《博伽梵歌》。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完儿咱们就是一起在一起联谊。由于疫情，我们也没有去上沈阳，我们去不了沈阳，所以说我们就搁家联谊。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咕噜队。嗯，嗯，明白，没关系。咕噜，您听懂了吗？可以哈。可以啊，嗯。是罗摩帕达斯瓦米要经常给你们讲课啊？不是，是荣帕达斯瓦米的门徒达纳利拉玛的家，他们在他家联谊，他那有一个联谊的地方。对，哦，荣帕达斯瓦米的门徒的家。嗯哼，是这个时候刚才说是下班，这个下班三 P 玛达吉给他们讲一些课程，讲国家方歌呀，感谢崇拜。嗯，网络，他在网络讲课。下面不，下面萨提在他们联谊的时候给他们做一些崇拜的培训呢、啊、还有一些供奉的祷文呀、啊、之类的，还有讲国家梵学，一起学习国家梵歌呀。他们6-7个人，他们小组一共6-7个人疗养、嗯、一起联谊、嗯、这个时候疫情的问题他们怎么办？现在疫情了，所以这周就停了，没有联谊，没有联谊、啊、嗯，对，我们网络也没有课吗？这星期我们就要在网络上联谊了。你们网络有课？每天都有啊。有的时候一星期有一次。一个星期一次。对。啊、哦。以前那阵儿要是疫情不怎么严重那阵儿，我们也上沈阳去跟沙溪他们联谊嘛。现在有疫情了，我们就不去了，嗯，就去不了了。嗯，哦，如果没有疫情，你可以每个星期去沈阳。对。哦，不容易啊，那么远啊。啊，还行，不怎么远。就是一些大节日啊，他们会来。现在因为他们有自己联谊的小组了嘛，所以说基本也就是在辽阳本地联谊，大的节日会来。嗯，那可以。现在不是，对，我们那个网络的课程，因为受这个
就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影响嘛，所以现在网络课程基本都是每位孤入他们安排自己的小范围的这个课程，就是当然每天也都有课，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聆听，就是就像你晚上的这个晚课，也不是所有奉献者，基本都是门徒来听的比较多。嗯，像其他孤入中帕达斯拉米、卡里参的斯拉米，还有那个吉尔达斯拉米，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课堂，但是可能大部分还是门徒听的相对多一些，其他人有的时候不知道房间呐、啊，或者不知道时间呀、啊。嗯，可能不一定都每节课都能按时听到，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孤入们的讲课都已经发到那个有一个网站，就是把这些讲课都发到一个网站上，然后大家可以去那个网站聆听，去下载呀、啊，去聆听都可以，每天的讲课，就像您每个周二的那个讲课，我们就发到那个网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那个网站去听课。嗯，现在基本的网上的课程就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知道一天我们讲课，早上讲课有200人听，他们也提了问题很多。对，是的。现在没有问题。这个是现在因为不直播，可能问题相对来说就少一些。我们看一看，再观察一下吧。在三月份，我们那个国家的那个。政策不是这三月份才开始执行吗？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如果问题不大的话再开这个直播的课程。嗯，但是其他像格尔达尔斯拉米他们一周两三次课呢，他们也在讲。格尔达尔斯拉米他讲课是对他所有的这个奉献者的，同时可能开三个频道的语言的那个课堂。他讲什么课？具体我不太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他们那个课堂的那个房间号好像也是总换，然后有一些这个以前想早课做一些采访的节目啊，还讲可能也讲一些经典的课程。嗯，哈维参德斯拉米还在讲国家梵歌，还有那个圣典国家瓦坛，阿叔也在讲国家瓦坛。就以前我们讲的那些课还都在讲，只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Zoom 房间里讲。嗯，会有一些奉献者去听，但不像原来那么多人了。嗯，好，还有谁？我看 Sita 吧， Sita Saki。 Sita Saki， 我看他。谢谢，可以开麦。三弟能听到我们讲话不？我听到了。哇，崔大，你好，不是在，哎呀，看见你又太高兴了。我也很高兴看你啊，你变瘦一点呢，你变瘦。你变瘦了，郭老师。啊，我瘦了，我想胖，因为总出去教课。那个这个躯体的外在形象也挺主要的，本来这岁数就大了，然后你要是邋里邋遢挺老胖的，人家会员也不喜欢你呀、啊、是啊，所以说我这还是挺注重自己这个皮囊的。咕噜不会批评我吧？嗯，你的问题什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我听那个阿叔讲课的时候，他在讲一个就是关于灵魂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呢，我想提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提，我就放下来。这刚好今年您过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离开躯体以后，然后呢，就是他不愿意离开这个房间，他是他的老屋，然后呢，他就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就是这个灵魂呢，就是精微体留在这个房间里头，然后他不走，谁来他就闹腾谁。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么不管是谁离开躯体以后，他一定要受，他不是奉献者，他要受阎摩拉基的就是那个惩罚。那他这个躯体，他这个灵魂为什么就没得到惩罚，还能留在这个房间里头继续祸害人呢？他不去继续修行去？哦，没有奉献者的人，他们离开躯体，啊，他不。他不是奉献者，就是说这个人就是离开这灵魂就离开躯体了，这个躯体没了，但是呢他住这个老房子他不愿意走，他这个以精微体的形式就留在这个老房子里了，然后谁来他就闹腾谁。我是说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精微体他不是灵魂嘛，那一般来说不对得等着就是离开躯体以后不得受惩罚嘛，那不得受到那个阎摩拉基的审判吗？他为啥没得到审判，他还能留着这个房间里的精微体？我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看那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被惩罚，不是所有的人被惩罚，只有罪恶的人被惩罚。如果他们没有很多罪恶，他们不会惩罚。就是说他不是罪恶累累的，就不会就是第一时间就被阎摩拉基他们那个都给抓走了，完了去审判，就是去审判是吗？因为他们有的人呢也比较善良，善良的人他们不会受到惩罚，他们没有很多罪恶，需要看他们的情况。我在我的理解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躯体，当他灵魂离开躯体以后，都会受惩罚的。除了奉献者不会受惩罚，剩下都会受惩罚。我以为这么事儿。不一定，只有奉献者人，除了奉献者以外，也有一些人，他们也是好的人，有好的品质，没有很多罪恶，可是他们还不是奉献者。所以他们的情况不一样。我就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姑对我一看百佛家梵歌我就困，百佛家晚堂我就困，我拿起这本书我就要睡觉。所以你需要注意，这样也不好。你看经典的时候，你应该不能那么困，你需要站起来。大声的念，不能就大声的念啊！大声的念，对，把声音出来，站起来，不能坐，不能好别困好好，我们容易发生这样。因为你也练瑜伽，所以你也容易困呢、啊。练瑜伽不困，就是。读书这一块是我的弱点，但是我现在在天天读，每天在听，就是，博家凡哥有那个声音版的，我每天这几天基本都快听一本书了，基本天天在听这些东西。然后也受玛雅攻击，因为那个伊拉克不是那个苏联他们打仗。无理就把我拽一边去了，就想关心关心，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这是我最近的毛病。哎呀，我自己跟自己打仗，我说我得必须得听经典啊。当然你需要听经典，不能听经典，不能被其他的东西吸引。我们不管，需要咕噜给鼓励。我们不管。这个物质世界怎么样？我们不在乎，这个没有什么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看经典，我们就念 Hare Krishna， 我们就做我们的服务。我们不管那个俄罗斯乌克兰大战的事情，我们也不看这个东西，其他的东西。物质世界都是可怕的东西，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关注 Krishna， 向 Krishna， Krishna 的逍遥时光，读 Krishna 的书。
我参加了一个老年的，就是国家防科的课程，他从30号开始讲，我成了老年的了，又选个组长，从30号开始去跟他们去学这个课程。哦，很好。两个礼拜回课，然后呢，一个礼拜一联谊，一个小组3个人。啊，我昨天跟他们联谊来着，嗯。平时呢，我们就上中心跟沙皮他们在一起联谊啊。我们这沈阳现在疫情非常重嘛，把我们都封家里了，瑜伽馆都关了，所以说都不出屋，啊，全关了，啊，他们企事业单位都在家里办公，都不出去了啊，所以说也没上课去。有的人他们用他们网络上课。瑜伽也是这样，有的人他们就用上网教瑜伽课，你可以教这样的学生。嗯，教这样的学生，对，可以啊，郭队，嗯，可以啊。然后，经过这么多年努力，郭队现在那个一般的就是拉丁文的梵文我都能读了，嗯，我都会读了，拿起来我就能读了。真的。嗯，你会读梵文呢？啊，可以。啊，你要我给你读一个吗？啊，可以给我听。啊，我给你读一个听啊，我去求书啊。姑姑让我读哪一个呀？啊，读15章15世界。15章15世界呀。嗯。不我找一下啊，15章15世节哈，我看一眼啊，我的15章15世节，15章15世节哈，这个是。国家梵歌与至尊主相连的瑜伽第15世节，嗯，萨尔瓦夏查哈姆哈雷迪沙尼维什图玛塔沙姆拉提拉加达玛波哈南扎维达什扎萨尔瓦拉哈梅瓦维丢维丹塔卡拉特贝达维德瓦查哈姆。嗯，不错，还可以。啊，可以啊，谢谢郭鼓励。啊，现在就给我基本，我不用就像以前那么费劲，我就能读。所以你这些书，因为他们现在还在教，我就每天就跟着回，一个是瓦坛，还有一个是梵歌啊，我在努力的学习啊，因为我补上我的短板，我就是在经典这方面很差劲，我还要努力的去多做服务，因为我一直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知道我自己想的对不对啊，因为说，我问过您，就是说，回不回灵性世界是亏师道说了算哈，那我的想法就是我只是努力的去做服务，至于能不能回去要亏师道说的算啊，我倒是想回去，但是够不够格不知道，那我就只能多做服务啊，不对，我想法对不对，你的想法是对，对，嗯，就做服务看亏师道安排，嗯，看亏师道安排，然后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家里的磨合，我前两天给你写封信哈，就是说趋于这种平和，因为就是他不修行，他的愤怒还有，但是我不会跟他一样。然后呢，神坛呢，关了又开，开了又关。然后呢，奎师那仁慈，然后咕噜队看我的新的神坛，咕噜一直喜欢说让我设一个好的神坛。咕噜，你看到我的神坛了吗？看到了，哈，啊，不错，嗯。啊，我自己设了一个神坛哈，然后我每天做崇拜。哦，很好，我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好不好看？啊，好看。大哥说我做的很大，好不好看啊？嗯，你也天天都做阿体啊？天天早晨做，因为我在那个，我每天早起来，一般来说是
5点到5点半之间吧，因为我不敢保证，有的时候就是早一会儿，有一会儿晚一会儿。我想定了5点半呢，有的时候就时间有时候稍稍过一点，但是我一般来说都5点到5点半之间，这个时间可以是吧？早起来。那可以啊，因为几点太阳几点起来？太阳。我们太阳起来的晚呢，太阳现在都得6点半以后7点，因为冬天的时间晚，夏天的这边就早，夏天这边是6点多钟起的那个升起来。一般我们希望太阳起来应该差不多1个半小时以前起来。如果太阳是6点钟起来，我们4点半起。好，我知道了，我尽量咕噜，咕噜队，我尽量去做好吧。好，顶拜咕噜啊，感谢咕噜队对我的关心啊，我继续努力做服务啊。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Sweta Saki, Hare Krishna, 顶拜你 ，Hare Krishna, 顶拜你，顶拜你，咕噜队，祝你身体健康，多保重。谢谢，希望你能早点过来，我们很想念你。好，我也希望能在沈阳继续给您做服务。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好，下面插入 Mati 吗？再见，开麦。插入 Mati。开看了吗 ？Good day。Haribo, 插入 Mati。Haribo, Good day。Haribo。顶拜你。顶拜你。Good day。你在你的家？没有，我没在我自己，我在妈妈家呢。我没在自己家，在你的妈妈的家。哦，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年龄大了，然后我就会从自己家和妈妈家之间来回的跑，来回照顾他们。哦，每天都来服务他们，天天都来。就是搁这住2天。帮他们买菜，打扫一下卫生，看看有什么需要，完了住2天，然后再回到自己家。嗯，好，就是这样来回的，再来回这样跑。嗯哼，完了由于疫情吧，就把我隔在这儿了，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昨天晚上这个小区给封了，不准出也不准进了。哦，就是就在就隔在这儿了。你的女儿呢？你的女儿不回来呀？她在上海。在上海。她没有回来。没有回来。Good day。我向您汇报一下我。我每天都干什么？好。就是如果我在自己家的话，我就会早起念诵完了，叫神像起床，然后择耳体。啊，很好。然后再给他供奉早餐，然后就开始我每天的就是其他的服务了。非常好。然后 Guru Day， 因为在我的内心里边。因为曾经像您就是以前在俄罗斯的时候，我就跟您说过我要做一个那样就是那个课程的服务，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服务，就是把帕帕爷爷的讲课，他的语音软振着帕布翻译过来的之后，把它转变成文字，然后再这样的话方便学习，方便大家学习。很好，非常好。我一直在做，第一章已经做完了。第一章一共是46个时节，帕帕爷爷一共讲了25课，他的讲课是25节。哦。然后已经写完了。Guru Day，我让您看一下，我把它打印出来了。这个是第一章。对，这个是第一章。哦，那么好，那么短。还有25课。第一章。啊。对，都是瓦顿哲帕布翻译过来的，然后
变成文字的。嗯哼，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也是第一章。对，第一章，因为这个本儿它没有那么厚，我就给它分成两本了，分把它变成两本了。哦，哇，你做的服务很好。嗯。然后还有拉珍卓帕布，他原来在网络没有管理那么严的时候，他一直也在做这个博加凡戈的框架梳理的课程，然后他讲了。已经讲到了第十三章，然后我也逐渐的把它给打印出来了，然后表面也变成了文字，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大家可以看。这是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啊，这是第十三章框架梳理。嗯嗯嗯嗯嗯。嗯，就是一到十三章都整理完了。就是，现在开始第二章了。第二章已经有，四节课吧。第二章因为时节多，讲课比较多。肯定第二章有课很多，嗯哼。对。咕噜带，因为在我的内心里边一直想要，想要取悦您，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服务。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服务和我的努力。能够取悦你，非常好，你做得很好，我很高兴。我不知道你做那么多服务，我趁着给你这个机会。嗯，他把他的讲课都发给我了，然后他但是博加凡戈他也不是很全，到第九章和十三章。以后就没有了，就是没有翻译过的，都是英文的，我听不懂。嗯嗯嗯。嗯。Good day， 我努力的，做每天做的做好，啥等等。很好。但是，我的内心里边还是有那么多的垃圾。真的吗？有那么多。把你的垃圾出来，把那个垃圾放掉。是的，姑奶，我就是我，总像一只苍蝇那样，我不想做苍蝇，我想做蜜蜂，可是它总是那样。没问题，没问题，你只需要时间，过一会儿，把那个垃圾越来越小，不关心。你只需要时间，没问题，你就继续做你的服务，这样垃圾的东西在你的心中很越来越小，天天都越来越小，没关系，你不用怕，你就继续做这样的服务，但是，把那个Prabhupada的课出来，这样你可以学习，也非常好。谢谢咕噜，咕噜对，我想取悦您，我该怎样服务您，然后才能更好的取悦您呢？如果你继续做这样的服务，我非常高兴，肯定你取悦我，我很高兴，看你做这样，把Prabhupada的课都出来，把他们。印刷出来，这样其他的奉献者他们也以后他们也可以看。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为我的咕噜服务。很好。抱歉，咕噜爹。我有点失控，对不起，咕噜爹。你在那边做饭给你的父母？吃我做的饭。哦，他们不吃你做的饭。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饭。哦。Good day， 在我自己家的时候，在神坛，我就是早晚都可以，请神像起床，还有让 Good day， 请 Good day
睡觉，然后我每天晚上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绕拜会很辛苦，然后我就在那个神坛面前的时候就想想着咕噜带把您的莲花足放在一个热热的大桶里，然后让您的莲花足沐浴，这样可以消除可以消除您一天的疲劳。哦，感谢您的佛，抱歉咕噜带，感谢您的佛。哦行，嗯，不是，先这样吧啊、哦，因为人很多啊、哦，时间不能太长。好，又跟他 kiss Rory。好。又跟他 kiss Rory。Hare Krishna Guru, 顶拜年。Hare Krishna, Yugala Kishori。 嗯，哦，我在神坛上供奉了一个花环，想献给你。哦，哇，给我花环，哇，哇，那么好，那么多花在，这个花，哇，不容易拿到啊。嗯，全是玫瑰花带香味的咕噜。哦，感谢您，非常好，感谢您的服务，你的态度那么好，给我花花。我不会做了什么。嗯，看起来你做得很。我一直在跟着中心的奉献者们学习。一直跟他们学习着做一点点服务。好。嗯，咕噜，我想有个问题，你说现在就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现在这么居家，做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对我们最好呢？我们就念诵看书，我们就继续多看书多听课，也崇拜塔拉西。我们做这样的服务，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做这样，多念诵，多看书。嗯，我现在咕噜每天，我现在尽可能的就是早饭前念诵十六圈，早每天念诵，三十二圈。非常好。然后也是每天在读瓦坛，是一读就容易发困，所以我把读的都录成音频了，就是出声的去读，然后放在一个小软件里，就是每日打卡的软件里，也留着以后自己眼睛不好用了，看不到了，自己来想听哪一段可以听一听，哎，天天听。外坤的那里边，外坤的知音里边，您的讲课《大鬼大瓦坛》。嗯哼，好。咕噜，我现在想再练习乐器，想等天暖和的时候，在萨提和这个大家的一起，可以出外边去唱诵。嗯，所以你练习什么乐器？弹琴。哈姆尼这。鼓也在也练，但是我太笨，一点一点学。我自己也没有音乐能力，我自己不会。所以对，尤格拉可以说瑞曼达吉他在学琴，学哈姆尼琴，现在练的已经很好了，就可以。唱诵啊，真的会了好多曲调了。哇、嗯 wow, 那么好。是谁教他、嗯、他用什么方式学习？在网上，在网上那个麦昆塔帕布在教他。 OK 很好。他有自己的 harmony 琴。对，他买了，自己买了一个琴。他们去到那边，他还是他自己去圣地买的。
在国内有一位奉献者卖的，他把自己的琴不用了，他就寄过来的。嗯，寄给他。嗯，很好。我现在跟一个在现在在印度文达文的一个 pub， 跟他在学梵文的诗集，每天背诵一个梵文的梵歌里的诗集，然后一边弹着琴，一边用那个调子来唱，就是也练了琴了，然后也练了梵歌的诗集，就是那个 pub 说，当在要死的时候能想起了一个世界的话，我们也会回到灵性世界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古肉。我们看 Krishna 安排可以。你是要看你现在什么世界，你进了什么世界。如果你记得 Govinda Govinda Adipurusham Tamaham Bhajami 可以进去灵性世界。 Govinda Adipurusham Tamaham Bhajami Venan Kanvantam Aravinda Talayataksham Bharavatam Samasitam Buddha SundarangamKandarpa koti kamaniya vishesatsobam Govindam adipursam Tamaham bhajamin Govindam adipursam Tamaham bhajamin 你应该每天唱，天天唱Govinda， 咕噜，您说您没有音乐细胞，您唱的真好听。我不会，我自己没能力。哦，咕噜，我就没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和音乐细胞，我想得到您的祝福，让我的唱诵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为我们能传播圣名有好处。很好，我们祝福你。你家里你一个人吗？这个时候，我和我爸爸生活在一起，我爸爸在楼上，我爱人现在已经在工厂里边隔离呢，孩子上大学在浙江。浙江大学，他考的一个好大学。嗯，谢谢骨肉。他的专业是什么？你的孩子专业？金融专业。金融，哦，金融，他是一年级。不如因为你已经大三了。你大三，大四。嗯。快毕业。三。快毕业。还有一年。还有一年，姑姑，有您的祝福，我爱人已经不反对我来修习 Krishna 知觉了，他已经默许了。但是如果让他成为奉献者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时间。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他不反对也很好。姑姑，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能够早日得到您的亲身联谊。如果2024年，如果是玛雅普的大庙好了，疫情允许的话，我们都去玛雅普看望您。好，欢迎你们来。你的老公给你钱买那么多音乐器，都是你的老公给你啊。他也给，我自己也可以。你也自己有钱呢。这个事你没有工作啊？我有自己的工作室，但是现在并不好。我有瑜伽工作室。做这个事没有工作。现在
也是因为疫情，还有我的注意力就不在生意上了，注意力要转到灵修上多一些，也不是很好。嗯，够我用的，够我休息风爱瑜伽用的，咕噜。嗯哼，好，给你多时间练习。谢谢咕噜。Hare Krishna。Hare Krishna。嗯，好了，萨提，谢谢。好，Krishna Kumari吗，大姐？因为我们时间一会儿中午可能咕噜要午餐了，所以我们快一点啊。没问题，我很多时间。只有在这里，在这里只有11:25，我吃饭还有2个多小时。好的，好的。Krishna Kumari。Hare Bol, 顶拜您 Guru Day。Hare Krishna, Krishna Kumari。嗯。还有谁？这是你的吗？这个是我的母亲。Hare Krishna。嗯。我母亲现在一直跟我住在一起。哦，你妈跟你一起修，嗯，啊，很好。嗯，跟你一起修啊。我现在正在努力，积极参与老年大学学习。做得好，我要加强努力。希望咕噜多多给我仁慈啊。好，谢谢咕噜对。我们祝福你好好学习，老年大学。谢谢。对，我父亲离开一年多，我母亲就跟我生活在一起，很好。然后中间那个姥姥又来我家4个月，然后妈妈又去服务姥姥，然后我们一起给姥姥送走了。在帕帕德爷爷的那个音阵当中，他吃了4个月的 Pasada， 听了4个月的念诵，然后带着图西叶特别吉祥的离开了。哦，那么好。嗯，对。 Krishna 给的仁慈和考验也考验我母亲，然后他现在也信心越来越增强了，通过这个过程信心，对 Krishna 的信心。看起来 我母亲听那个帕帕爷爷念诵，1天24小时念诵完了，那个走得很安详，就像睡觉一样，特别好，特别安稳。哦，非常好。嗯，肯定有好的情况，离开这样非常好，很善良。感谢咕噜。看起来你的妈妈很善良，特别善良。嗯，是。嗯。妈妈在那个高血压那个头晕的时候，然后念那个尼星哈的名字啊，然后我本来我在中心服务，我当主厨，当时我在中心当主厨，然后妈妈那边打电话说迷糊了，然后就让他念尼星哈，向尼星哈代瓦祈祷，他说好。很神奇，祈祷能有半个小时，我不停地祈祷。完后来我突然间我觉得睁开眼睛不迷糊了，哎呦，我说的那是弥勒他代瓦给我仁慈了，我这心里非常感谢，所以我就下决心了，一定好好学。非常好，应该。你是应该的大碗，特别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都崇拜主你性格，这样保护我。他对奉献是特别有认识。嗯，我真正体会到了。嗯，妈妈服务也特别积极，每次联谊都一次不落的来参加，然后也帮助我们做一些服务。嗯，很好。做点力所能及的。嗯，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们怎么样？孩子，大的去他爸爸那儿了，大的就是，也是一直请教您，但是他在学业上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还是选择自己的，
想要走一条路，然后我学会了放手，学会了在所有事情上依靠 Krishna， 所以对他到父亲那儿以后，我觉得这也是 Krishna 给我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对 Krishna 的依靠。我想我服务 Krishna， 取悦 Krishna 会照顾我的家人，应该不会有他不会有不好的路，我学会放手。那个小孩子怎么办？小孩子得到 Krishna 的仁慈特别好，他在那个学校像咕噜库一样的学校去锻炼和学习成长，就在我家附近。然后他每星期休息的时候就服务神坛。很好。他特别喜欢 Krishna。我说将来过几年有机会他可以到玛雅普或者圣地去继续学习，希望他现在学好英语。好，他在学校学习。得到 Guru 的仁慈。好，我们祝福他。所以我也特别感谢 Guru， 感谢 Krishna。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在一个解脱的状态中。在家里面有两个奉献者陪着我，然后我们一起做服务，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那个后顾之忧。对，除了服务 Krishna 没有别的愿望，而且觉得这也是我对 Krishna 的亏欠，所以也很喜悦。通过不断的服务希望得到净化，就像就是净化，像看见每天看见 Guru 的那个照片在那个手机的屏幕上面，然后想要学习 Guru 的谦卑和容忍。这是我的不足，是我需要很多净化的地方。很好，你可以多学习 Prabhupada 的品质，我的品质不好，我太堕落，你应该跟 Prabhupada 走， Prabhupada 是最好的奉献者。 Guru， 我想我能够为您做一点服务，您一直在取悦 Papa，我想这一切才能完美。我们希望一切完美，对。通过通过奉献服务，肯定都是完美的。我们只需要多聆听、唱诵、记忆，肯定都完美的。后面这个是你的圣诞吗？在你的后面。是的。Guru， 这是我家最宝贝的地方。哇，那么多照片呢、神坛是我家的中心。面向东方，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OK， 很好。每天最早到每天最早的太阳。你进房间的，你的家里有透气树吗？有的，咕噜呗。特拉西呀，太好了。我的母亲每天做除夕沐浴的服务。每天。真的。对，母亲在做这个服务，然后再给那个多尔利泰供水，这是我母亲每天的服务。太好了。除夕，然后帮助做普萨达，
他帮助那个切菜，然后我做可算的，我们合作。很好，非常好。嗯，然后我业余我做完早上的那个简单的RT，就主要就是在服务经典。我也有个愿望，瓦坛快读完了，瓦坛读到第十篇快结束了。哦，嗯，我也有个愿望，我想瓦坛读完了再继续读蔡坦尼亚查瑞塔米瑞塔。可是还有写一篇，还有写二篇。啊，是。你有吗？有的。还有四本，很快，我想这一两个月就能完成。对，应该。嗯，然后我想我的服务的重点是放在，因为我对经典对啪啪的书籍特有发自内心的热情，然后我想通过完整的把经典的这个研读，然后把践行到生活当中，能够练习所有的事情能够依靠于 Krishna， 想用经典去净化自己，然后能够服务更多的新人。你也参加 Bhakti Shastri 课程吗？我没有机会，我将近三年的时间都是在自学和听课。所以后我们也希望你也参加那个 Bhakti Shastri 课程。我就是英语不太好。他们也有中文，有中文课，不是英文，有中文课。这是我的愿望，我也想完整的把这个 Bhakti Shastri 能够学下来，然后能够有所觉悟，能够更好的服务新人在经典这一块。好。嗯，然后那个柴心童马大吉，嗯。稍等一下，能够取悦咕噜，能够取悦泡泡，取悦我们。我觉得最重要，你这个时候你不会做很多，最重要是念诵、记书、看书。如果也有机会，有跟其他的奉献者联系，也可以听课。嗯，我们的网络听课。你需要多念诵，多学习经典，念梵文。你也会念梵文呢？会的，咕噜。你会啊？那个 Krishna 的人，我原来不喜欢梵文，就是不臣服的表现。然后两年以后，就不知不觉就会了。我想这 Krishna 给仁慈。给我听你念 Prabhupada 道文。Prabhupada Dingbai Dawan, give what thing? Nin. Nam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thaya Buddhade Shrimati Bhakti Vedanta Swami Iti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i Gauravani Pacharine Nirishesha Shunyavati Pachatadesa Tarine. Wow, very good. Vichang Hao. 现在基本拼读我都可以。你会读拼可以读拼文呢？可以的。您的妈妈也可以学习。就是、妈妈，我现在对梵文还不行，我现在
也努力。你可以多、多听。我天天跟他俩，多听他听着我也听。对呀，多听。那我身体蛮多了会啊。Krishna Kumari, 念我身体，我身体蛮多了。我身体蛮多了。Prabhupada 我都是在看他的书里面得到了特别多的仁慈。很好，所以你可以继续，你可以也读那个 Om Magyana Tamarandasya Gyananjana Shalakaya Okay, good. 你也可以开始念波伽梵歌梵文，师姐。Dhritarashtra uvacha Dharma chitli kuru chitli Tama metha yuyu sabaha Mama kaha pandava shiva Kim kuru shiva Sangya ya, 有点忘了。紧张就忘了。很好。你已经背多少时间了？没有刻意背，就是背瓦檀西那个梵文，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点，不知道会一会儿就会一点，没有刻意学。所以继续这样，多学习这样的梵文时间。我们也有很多 Vaishnava， 我们的唱歌，天天都唱歌。八颂零时零四颂歌啊 Gora Arti 啊 Chumbai Tosi 啊的道文啊，你都会了吗？啊，图西尼星哈道文会了。八颂零时八颂零时八颂零时也会了。Guru 那个崇拜道文是刚学的。零时颂歌啊，临时颂歌是刚学会的，是在那个是在您的 Guru Puja 的时候里唱的，特别的甜美，感受到了特别甜美的这个祷文的这种品味了，以前是没有的啊，在这次 Guru Puja 的时候感受到了。好，我想这就是进化吧，这就是进化吧，就是越来越感觉到祷文的甜美，非常好。所以继续这样，多学习，多会我们的歌。以后，这样你可以多唱歌。你也，我们唱歌的时候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嗯。每一个歌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啊？不能去唱，对，不知道。好，以前Guru，我的问题就是不臣，以前就是有一些骄傲的地方，所以不臣服，所以对祷文呢，对那些规范呢，就是不是很，最开始没有品味，后来慢慢学着经典的诵读，随着经典的那个启发。就是慢慢的就是这些都愿意去做了，然后能感受到甜美。我想这就是帕帕说的这种，我一直都在通过经典和大家在联谊。好。明白你说的。对。应该想我们还差得远，我们还有很多学习，还需要很多。还需要很多努力。就等着飞到马雅普了，等着跟咕噜能够亲身的联谊和绕拜，得到更多的仁慈。好。嗯。到那个时候，好，Hare Krishna。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哈利克什纳。好，帕利卡，帕利卡马达吉。帕利卡。喂。哈利克什纳。您的摄像头没打开。嗯，怎么又关上了？哈利卡，我整不好。哈利克什纳，还有可以吗？那我们稍等，你自己再看一下啊，把麦和那什么调好。我们 good day， 我们也邀请了这个东风的Kirtananda 还有那个西巴哈瑞帕布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联谊，因为他们也觉得太久没有跟您联谊了，所以也非常想念你。我们现在请他们来跟您见面好吗？好。Kirtananda。谢出镜。顶拜你 Guru Day， Hare Krishna， 顶拜你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两年没见到你，非常想念你 ，Hare Krishna， 我想跟你去次联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你在哪里？你在家？我们那个现在这边非常严，那个禁言。所以这几回我们都在网上联谊。嗯。我们自己的小组。现在在特产拉萨家。拉萨家。嗯。特产拉萨跟咕噜。Tirtharaja。特产拉萨。特产拉萨。OK。Hare Krishna。Hare Krishna， 顶拜咕噜。Hare Krishna。Hare Krishna， 顶拜你。嗨，那个提尔塔帕达达斯也在这儿。提尔塔帕达在哪里？在哪里 ？Hare Krishna， 咕噜，我顶拜你。哦，顶拜你。哎，有二年没见到你咕噜了，我现在见到你也挺高兴。啊。塞瓦哈利也在这儿了。塞瓦哈利呀，哈利波普布，哈利克什纳，你也在，你们都在一个地方呀？啊，对。他那个拉萨的神像。这个他家的神坛。哦，呀，很好，呀，非常好，装饰很好。也有花儿啊，很漂亮。嗯，非常好。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就是联谊的小组联谊的情况吧，我说说。哦，我由于现在就是挺紧的，我们联谊就是挨着那个轮子就可以联谊。在网上联谊，好，以前一直在那个塞瓦哈利家，在他家联谊，嗯，现在紧吗？对，这个事不容易啊，所以你们就需要网络联系。嗯，是啊，现在不让那个出小区，就在那个网上联谊。我们这也快开课了，那个巴蒂萨去学那个教诲的甘露，还有教脑脖的，现在都快开课了。嗯，哦，你也学习巴蒂萨斯？是啊，听说一直听他咕噜的训示，我们这几年呢，就是联谊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国家方歌。OK。你们已经学了多少？你大部分都学完了吗？不知道。还没有学完，还有下一部分。现在没有老师教，所以现在停了。现在开始要学教诲的甘露了。
哦，谢谢。国家范歌学到哪儿了？还有三章没学。学到十五章呗。嗯。嗯。Good day，他们是跟那个拉丽塔萨提马达基的那个培训系统在学习，那个 Kirtananda，他是跟着那个系统在学习这个巴提萨什学的课程。博加梵歌没有学完，学了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可能四月份要开这个教诲的甘露的课程。嗯，好。现在他们联谊是，嗯，原来是在那个塞巴哈瑞帕古家，嗯，然后现在是准备每个奉献者家一次，一周一。每周轮着来做这个联谊的活动。然后 Kirtananda 前段时间他跟我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也想得到您的指导，看看就是每个奉献者家去做服务，然后也让每个奉献者能够在这个服务当中得到锻炼。嗯，这样可不可以就是到谁家谁来做这个崇拜呀、唱诵啊，以这个以主要的这个服务，这样每个人都能训练到，这样可以吗？你的意思是什么？他希望做什么活动？就是他们小组五个人嘛，然后联谊就是这五个人一次到一个人家里去做联谊，就每个人轮。可以啊。然后轮到谁家谁来做这个崇拜呀、唱诵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服务。嗯嗯，应该是这样，对，这样可以是吧？肯定可以啊。嗯，很好，可以了，谢谢咕噜，谢谢咕噜。嗯，咕噜，那我有个问题。那我父亲他那个以前就是他他跟我崇拜那个神像上早晚课，这回他就是那个属于恶魔入体了，他又都相信那个他看着的那个，他白天看着那个说释迦牟尼佛就是不让他那个念那个亏什纳，他就不念了，那怎么还能让他那个接着能相信亏什纳呢？这个是最难的事情，最难。我们不容易把我们的家人进来。哎，他已经那个老，他父亲，你的父亲已经信佛，他不容易放弃佛。嗯，以前是信佛，这几年那个他跟着我就是念奎师那呀。他这回他就能看着阎王爷呀、观音菩萨呀，他看着那个他们就告诉他不让他念奎师那，这回他就不念了。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观音菩萨不让他念 Hare Krishna， 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告诉他不念 Hare Krishna， 他听他的恶魔，他的恶魔在他的心里面，他听到那个恶魔。恶魔告诉他不能念 Hare Krishna， 不是观音菩萨告诉他不念 Hare Krishna， 是一个恶魔在他的心中告诉他不能念 Hare Krishna。是恶魔入他体的呗。对。对。嗯，那他怎么能改变呢？嗯，应该告诉他，这个是你告诉他，他应该不能听恶魔，应该听 Krishna。Krishna 喜欢我们多念。那个恶魔。嗯，我说他不听。那没问题，你念，他说到好处，就告诉他。哦、你自己念。哦、我崇拜的时候，他搁跟前坐的看。Good， 给他听，你自己念，你自己听念。让他听你念。哦，我放24小时放那个啪啪的念诵机，搁他那屋声挺大，
哦，很好，可以呀、啊，嗯。嗯，放 plug， 奎斯纳的相片搁那床头，让他能看着。嗯，很好。嗯。他接受吗？请姑姑给我们个给我们个训示吧。对，给我们个祝福。顺势，我们祝福你好好念诵，多多听多多读经典。读经典，学习念梵文都可以啊。有的人他们会弹琴，他们练习打脑波，他们练习打鼓，你也可以练习这样的活动，练习唱歌。我们 Vaishnava 的歌，你可以唱。嗯。你可以念不这般歌的梵文。念不这般歌，你会吗？你会念梵文？会。我们那个学不加梵歌，总之是姐，我们赶着学都得背下来。啊，给我听，你可以念一个梵文世界给我听。啊、哦，好，那个2020，那加提摩利亚提瓦卡达钦那亚普图瓦帕瓦塔瓦那布亚哈。阿卓尼提亚沙什瓦图扬普然努那海亚提海亚玛尼沙日里。哇、哦、，very 非常好，念得很标准，嗯，念得特别好，嗯，你也知道什么意思吗？哦，我那个任何时候灵魂都无生无死，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它太是无生，永恒长存，躯体可杀，灵魂不可杀。哦，呵呵呵，你是那么好的学生啊！嗯，非常好。你可以啊，就是凯尔坦丹呢，他在就是跟他们小组一起联谊学习的时候，因为其他奉献者可能对这个梵文呢，就是不是学习不就是有点吃力。可能学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只想念诵，其他的服务都不想去更多的去学习，这样可以吗？就只觉得念诵最重要，然后就把念诵念好，其他的不想努力去学，这样行吗？嗯，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解释，他们需要了解经典的内容，不一定他们会念。Prabhupada 也希望我们会念一些梵文。Prabhupada 经常问我们，不知梵歌说什么，这个世界在不知梵歌是什么。Prabhupada 经常问我们，他鼓励我们学习经典。也 Prabhupada 也喜欢听梵文，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们就喜欢念 Hare Krishna 也可以啊，可是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解释，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经典的内容是什么。虽然他们梵文可能不太好，可是他们还需要知道 Krishna 讲什么， Krishna 的教导是什么。嗯，那个字有点明白。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学的是记不住的，有的就是学这个佛家梵歌，这个里头这些知识听完了就是记不住。所以他们没有学好，如果他们记不住，他们没有学好。如果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告诉 Krishna， 哦，我记不住。领 Krishna， 我们记不住 Krishna， 有什么用啊？要不行，就把记住 Krishna 这个名号就行了。临终只要念 Krishna 名字，不就回去了吗？所以，因为学经典没有念诵圣名重要。好。如果他们就念 Hare Krishna， 他们需要跟 Haridas Thakur 一样， Haridas Thakur 不断地念 Hare Krishna，
天天都念192团。那行啊。因为他哈里达斯，可是哈里达斯达克他也可以回答问题。如果有的人问题，如果他们有一些哲学的问题，哈里达斯达克可以回答。所以虽然他们没有记，没有背经典，就是他们还应该知道，应该知道 Krishna 的品质是什么。因为他们念 Krishna 的名字，他们应该了解 Krishna， 他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应该认识 Krishna。 如果他们叫我们只念 Krishna 的名字，我们不认识 Krishna， 哦，这个也不行，认识，但是记忆力不好，也记不住。可是那还是要认识 Krishna， 也是要认识他。就是认识 Krishna。如果 Krishna 来看你呀、啊，你说哦，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你念 Krishna 的名字 ，Krishna 来看你，因为你念他的名字，所以看 Krishna 来看你。可是如果你不认识他，有时为什么你念他的名字？你不认识他。因为他知道他英明伟大。你认识 Krishna 吗？你认识 Krishna？ 应该认识。Krishna 怎么样？啊 ，Krishna 怎么样？他穿的衣服，他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嗯。Krishna 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你知道吗？对对。不知道穿什么颜色，就橘黄色的，橘黄色的，橘黄色的，很好，哦，很好啊。Krishna 吹，Krishna 吹什么乐器 ？Krishna 吹什么乐器？笛子，拿笛子，手拿笛子。啊，很好啊。Krishna 头上有什么东西？孔雀羽毛。哦。也认识 Krishna， 可是你还是要认识 Krishna， 因为如果其他的人模仿 Krishna， 有的人把一个空气猫放在头上，他们也有笛子。你讲那Krishna 的皮肤怎么样？皮肤什么颜色的？蓝色的，蓝色的皮肤。蓝色的皮肤，嗯。Krishna 的眼睛怎么样？眼睛，莲花式的眼睛。对，莲花。不对，对，虽然那个我们那个这小主啊都是农民，完了那个什么，学习资能差点，但是学习他们那个。那些什么呢？那个培训嘛，知道我们是灵魂，我们是那个奎纳的仆人。完了呢，做早晚二提呢，特别的依恋。而且他就是走到在路上看到花，他都第一个想的，这花我得采下来给奎纳，始终都心里想着奎纳。完了也特别依恋神坛。而且呢，虽然这五个人都是农民，完了知识，文化也不太多，但是早晚二提做的也都特别认真，特别依恋。这就是目前的状况。但是学习知识呢，他们，这记忆不好，有的时候就不好。但知道生活的中心就是奎神那，时时刻刻都想着奎神那，离不开奎神那。而且如果有一次做服务晚了一点或者是干啥，心里特别难受，完了呢就是服务就是高兴。这都是经过咕噜队的教诲吧，知道自个意识自个的事。
郭瑞，您听清了吗？没有。啊，他说他们做服务的时候，就是每五个小组成员每天自己都在家里做早晚 RT， 然后也都非常依恋这个对于神坛的服务。就是。就知道他们的中心是 Krishna， 都知道自己是 Krishna 的仆人这样的身份，所以也是 Guru 的仁慈让他们知道这些。但是学习知识的时候，可能因为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知识，然后学习经典记忆力不太好，现在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不需要很多知识，他们只需要基本的东西，他们只需要，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Krishna 是主人，我们都是仆人的仆人，他们不需要很多。这个大家是都知道。那个他总想着念诵圣名，无论他干活啊还是走道啊，都是念诵那个想着这个曼陀。很好。我们鼓励他们多念 Hare Krishna 非常好，可以啊。他们也不吃，他们遵守规范，他们都规范。他们就灵魂，他也在，就是灵魂就在念，有时候自己没念，灵魂也启动在念。Hare Krishna， 感恩啊。不对，还有他们四月十号是 Rama 参桌节日，我们也得举行一次大型的。节日庆祝啊，对，应该也比较大一个节日。你得看那个疫情怎么样。对，那样记下去，那样记下去。我们遵守在这家这个大型遵守就喇嘛的神仙日的时候，有的人解释到中午，有的人解释到晚上，你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时间方便。有的地方他们就解释半天，有的地方他们解释到晚上。可是朱拉玛先生日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第九篇，第九篇他们讲到朱拉玛的逍遥时光，你可以读那个地方。不就把他们第九篇。有一些地方他们讲到朱拉玛Rama Chandra 的逍遥时光，你可以读这个是那个地方。谢谢古鲁队。好，那我们东方的孙先生没有问题了吧？我们没有问题了，就到这里了啊。那个坦尼萨马德基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是吧，他要去做核酸，我们先请他来问一下，然后下面是帕利卡马德基啊，帕利卡你把你这个麦调好啊。可以讲了吗？可以说话说吧。不对，我想请教一下，纯粹负责者回到灵性世界，他的精微躯体和粗糙躯体留在了这个物质世界。粗糙躯体呢作为土元素这个能理解，但是精微躯体他留在这个世界没有灵魂在里面，那他这个精微躯体还有活动吗？或者他留在物质世界，他的意义，我不太明白这点，我请教。精微的，我们回归灵性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精微的身体，物质的躯体变成没有什么，变成骨灰。怎么说？我们的骨灰
放在恒河。骨灰是那个土元素，是这么理解吗？土元素什么意思？土，泥土，泥土，泥土啊，泥土。融入就是大地土元素。但是我就不知道，纯粹奉献者，他没有精微躯体吗？精微的躯体受到净化，变成灵性的。啊，明白了，谢谢咕噜。OK， Hare Krishna。哎，咕噜，那就是说在物质世界，他这个精微躯体变成灵性的了，在物质世界没有。可以、啊，他的精微，可以在物质世界可以变成灵性的。那他回灵性世界了呗？精微躯体。因为精微的身体，他的精微的身体变成灵性的，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回归灵性世界。精微躯体变成灵性的，灵性的身体带着精微躯体回到灵性世界，对吗？对。谢谢古代，古代，我提前得退下了，我要做核酸检查，四点就结束，还得排队，所以，得慢古鲁。哈利·克什纳。Hare Krishna, 顶拜你。再见，哥。再见。谢谢了啊，三弟，顶拜奉献者们，谢谢。好，三弟三妈妈，再见。再见。好，帕丽卡姐姐，帕丽卡。哎，能听着我说话不？听到听到，您说吧，因为视频打不开，你就先这样吧，你就先说话吧。顶拜咕噜队。啊，顶拜你。顶拜咕噜队，咕噜队。郭队队好啊！哇，那个我从那个2019年在俄罗斯，那郭队队给我启迪的。从启迪以后呢，我就一直学习经典，学习《摩迦梵歌》和《班加瓦坛》，完了每天供奉主奎斯纳美食，做两顿给奎斯纳做两顿饭，供奉。完了每天都在吃帕萨的。我现在身体呢，一天比一天能好转多了。也能参加中心的那个服务和那个中心的活动，完天天还学习这个博家梵歌的梵文，博家瓦坛的梵文，还有这个学习这个外斯纳瓦的一些唱诵。好，你会唱什么？你会唱什么歌？那我完都是不太熟，我在学习当中吧，就是最大的障碍就是记忆力不好。就是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呢，但是我每天的学习完事儿呢以后，我都复习波迦瓦坛和重复念的波迦瓦坛和波迦梵歌，但是我有些东西确实是记不住，但是记不住呢我也在念。好，对，你需要多念，多念以后你可以记忆。你可以给咕噜念那个巴拉玛萨米塔那个钦塔玛尼那祷文，你给咕噜听。那个这是跟那个喇班科学的，那个就是每天我擦那个擦身坛的时候，就念那个开着身坛以后，要人开完身坛以后，我就念那个祷文，念钦塔玛尼。我卡拉萨的马修考跑文沙拉沙文泰修苏拉比拉比帕拉烟汤拉斯米沙哈斯拉萨塔萨摩波拉玛西维亚玛农勾文达玛迪布鲁桑塔玛亨哈加米维努帕南塔玛拉萨塔玛拉文达达拉亚塔拉萨瓦尔哈瓦汤萨玛西塔布达顺达拉嘎汤坎达尔帕考迪卡玛尼亚维西沙修邦勾文达玛迪布鲁桑塔玛亨哈加米
这是跟那个喇邦科教那个起那个顶拜祷文，顶拜祷文呢，每天我都像那个这个从晨从头到尾的这个顶拜祷文，我都像先天二十二一样，祈祷祈祷我能记住奎师那，不忘奎师那，每天服务奎师那，每天天天记住奎师那，天天想念想着奎师那，天天顶拜奎师那，这是我的一个公式，就天天的就这么服务，完也向咕噜祈祷，祈祷我灵性进步，祈祷咕噜队把我的服务送到奎师那里，送到奎师那手边。好，我们祝福你。顶拜咕噜队。顶拜帕利卡，感谢您。谢谢咕噜。哈利克什纳。谢谢。哈利克什纳。克什纳。Param, Chada, Chada Padma, Chada Padma, Adesi, Dama. That woman, Ting, near Rashamayi, Rashamayi Lakshmi. In my birthday.Rasamayi Lakshmi, Hare Krishna. 我是 Rasamayi Lakshmi, Devadasi. Guru Day, 见到你很高兴，很高兴在视频的另一边看到你。您的身体现在好吗？给我祝福。祝福我的 Guru 身体健康，然后传教顺利。Guru Day, 我是一个堕落的灵魂。有好多好多的不足，需要精进的地方太多了。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咕噜。每个生物体心意都有自由意识。在念诵的时候，心意会被打扰和游走，有时候会想。过去有时候会想将来，这些都不是在想奎师那，这是不是都是在冒犯？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样才是不是准确的不是冒犯？就是说，在念诵的时候想奎师那，是他的圣名跟他本人一样。那么如果说在念诵的时候要是想着奎师那的逍遥时光，是不是冒犯？因为有三个层面念诵，一个是冒犯，一个是不故意的冒犯，一个是纯粹的念诵。因为在中间我们念诵不是故意的冒犯，可是我们没有记忆 Krishna， 就是我们的心意很乱，所以我们想过，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过去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想将来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想 Krishna，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意的问题。Sorry. Okay. So, 我们念诵的时候，冒犯的念诵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就念诵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控制我们的心意，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想。Krishna, or linking Krishna the Mingsa. So, this is a mau fan the Nian song. Because if we have a good mau fan, we have a good Wangji Krishna, this is what we have to s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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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we have to sing it, we have to sing it, we have to be Krishna. So, this is the middle of the channel.我们还需要练习念诵。我知道这个是
最应该攻克的一个首要课题，就是应该专注的去念诵。所以说我在念诵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找到一个就是很准确的一个念诵的方法，就是在读完我最近刚看完了一个，就是释放雨林在一个帕普写的，然后他就在讲述了一下在念诵当中的十个冒犯，然后去细细的解读一下，然后我在也看完之后对我帮助很大了。然后我就是说借着这个很好的机会跟您见面啊，就想请教这个问题，就在我念诵的过程当中，我克制我和专注的去在想主的圣名，然后有时候会不经意间出现了主的消失光，会想一些这些事情，就是我有些不太理解的是，这算不算是冒犯？不是冒犯，可以，你可以向克什逍遥时光，可是我们应该最重要是我们聆听克什的名字，聆听，我们Prabhupada说，念诵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唱诵，我们用我们的耳朵聆听，不是用心意，念诵的方向不是用心意。我们就用舌头也帮我们耳朵。哦，懂了，哈尔克里娜，我懂了，我懂了，明白了。嗯，感谢咕噜带。向咕噜带汇报一下，我最近在学习，也在学习经典，读了那个也在开启了博迦梵歌，博迦瓦禅。哦啊，不值吧，咱们好。然后，姑姑带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神坛。好。这是我为准备的鲜花。哇，那么多花，嗯。还有，因为疫情买不到，所以就多买了一点。这是我的神坛。哇，那么好，哦。然后还有一个。也有经典，不就吧，经典，嗯，一套，我也在逐渐的学习，因为疫情吧，时间来就有一些时间充裕了，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里嘛，可以RT都能做全套了，早上和晚上。在没有疫情之前呢，还要工作呀，还要照顾孩子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太多的时间，就是萨提妈妈告诉我们是可以选择固定的时间，然后我就一周做一次完整的 RT， 每天都会供水，会给主神像供水供鲜花，RT 就不能做成完整的。然后因为最近沈阳的疫情来了，突然来了之后大家都可以在居家了，不走了，我就能保证每天都能做一次，就是每天做一次的时候，对在做神像时的认真啊，对自己有很多的改变，之前还是有很多焦躁，不能说是不是说对学习经典的焦躁和臣服于窥上的焦躁，可能还有一些物质上的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放不下的东西，还有一些很焦虑，所以我说我自己还是一个受物质限制的灵魂，还是需要孤人给仁慈给祝福解救我。好，我们祝福你，你看，感谢 Gurudev。 我应该觉得我的照片应该不能放跟 Prabhupada 其他的灵性老师的一样的，我应该把我的照片下来，把放在地下，不能在他们的上面。嗯，是这样吗？对，可以，可以在安迪，可以在安迪啊，嗯。哦。
好的，我懂了。因为我不在他们的场面，他们的地位比我高。呵呵还有，我还有，还有其他做的不足的吗，各位？都是很好，那都很好，可以继续这样。嗯嗯，好的。装饰特别好。感谢您的爱心。谢谢 Guru Dev 的祝福，我没有问题了，萨提，谢谢。Hare Krishna。Hare Krishna。我们稍微快一点啊 ，Guru 太辛苦了，时间太长了。吉瓦南迪米。谁？吉瓦南迪米。哦，吉瓦南迪米，嗯。他不是沈阳啊。是啊，是沈阳的呀。真的。吉瓦南迪米。在吗？吉瓦南迪尼，开麦。咕噜队的莲花主。哦 ，Hare Krishna， 吉瓦南迪尼，曼德吉。Hare。因为疫情，就居家在我女儿家里。哦，在你的隔离在。我就有小小的问题，也是替新人问的，因为我呢。说不清楚，就请咕噜开示。我的问题是，个体灵魂叫基瓦，它与奎斯纳知觉是什么样的关系？请咕噜队开示。嗯，个体灵魂跟奎斯纳有什么样的关系？奎斯纳。嗯。再重新开一下麦，这边的秘密听不到，你的杂音特别大。好，听见了没？听到，听到。个体灵魂与奎斯纳知觉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这是新人问我的，我呢，我也没回答上来，我的，说不清楚，请咕噜队给我开示。个体灵魂。跟 Krishna 有什么关系？和 Krishna 知觉有什么关系？和 Krishna 知觉有什么关系？因为 Krishna 知觉，我们的本身，我们应该是 Krishna 知觉。我们应该，我们每个灵魂都是 Krishna 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跟 Krishna 有永恒的关系。所以在灵性的场面，我们都是奉献者，我们都像 Krishna， 这个是 Krishna 知觉。所以奉献者应该知道，这个是我们自然的知觉，自然的知觉，我们是奉献者，我们是 Krishna 的奉献者。我们在 Krishna 之间，可是我们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像 Krishna， 我们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像我们的国家，我们像我们的家人，我们像物质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进化，我们把我们的知觉提升到灵性的场面，再这样我们是 Krishna 的奉献者，这个是 Krishna 知觉，因为我们都是永恒的奉献者，可是我们就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我们忘记 Krishna， 可是我们把物质世界的影响走了，我们进化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奉献者，我们在 Krishna 之间，所以 Krishna 之间是我们永恒的地位。个体灵魂，他们都在 Krishna 之间。可是我们没有想我们是永恒的灵魂，我们认为我是这个身体，我们听我们的心意，我们被 Maya 影响。我们被 Maya 盖，
麦盖起来，我们怎么我们不像 Krishna， 我们就像物质的东西，忘记 Krishna， 所以我们需要多净化，多念诵，这样我们 Krishna 自己出现。那咕噜队，我再想问你，那奎斯纳知觉与超灵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超灵也是 Krishna， Krishna 知觉是我们的地位是在 Krishna 知觉，超灵是 Krishna 的扩展在我们的心中。个体灵魂跟超灵他们的关系好像主人仆人，灵魂是仆人，超灵是主人，好像有两只鸟在一棵树上面，一只鸟它吃东西，其他的鸟是代表超灵就在那边看，我们在那边我们吃水果，我们吃树上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吃苦，有时候我们吃甜，超灵在那边看我们，超灵在那边等我们，我们是个体的灵魂，也是一只鸟，两个鸟，所以那个个体的灵魂它需要躲避超灵，我们需要逃避灵魂，记忆灵魂，灵魂是我们的主人，记忆是我们的心意的灵魂，是我们的物质世界，让它修到那上层面。好，古鲁德，感恩你，请给我一点祝福吧。啊，我们祝福你做好奉献服务，记忆 Krishna。好好念诵，多看经典。好，谢谢咕噜队的祝福，我记在心上了。Hare Krishna。Hare Krishna。好。大地。好的，我们请财仙童吧，大吉啊，财姐，你可以开麦。这个是谁？古代，这位是财心童马大吉，就是我们在加帕营的时候也来参加我们的这加帕营，您训示他学门徒课程，现在他学完门徒课程以后，一直是 Krishna Kumari 马大吉在指导他，然后学习我们的这些经典呀、然后奉爱服务，他也一直跟我们联谊，所以他今天也有这样的愿望想托庇你，所以想。跟您让他跟您交流一下。啊哈，好。太心痛 ，Hare Krishna Mataji。Hello， Guru Day。Hare Krishna。我学完门徒课之后，一直也跟着中心三弟他们学习，然后 Kumari 也一直指导我学习经典。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也在自己也在思考。忽然有一天呢，就觉得。哎呀，自己就像，无根的草，然后在修行的路上呢，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没有咕噜的引导呢，又觉得，还是不那么明确，所以就是有一天非常的思念您，就想托庇于您。嗯，啊哈。你的家庭的情况怎么样？家庭的情况，我家里人都是以前都是信佛，我也信佛。哦。然后，遇到奎什纳知觉了以后，我就特别喜欢。嗯。嗯，你的老公也是信佛。嗯。他也吃素。
吃素。哦，有孩子没有？有孩子，孩子，15岁了，他也在上学。哦。之后，在大连上学。在大连上学。嗯。哦，就在学校。嗯。对。他每个周末回来吗？还是学期结束的时候回来？他基本上他才去吧，到现在还没回来。嗯，如果要是回来，他一个月吧，一个月能回来一次。一个月一次，嗯。他也信佛。从小他就长在就是我公公婆婆家里亲戚，就是这些人都信佛，所以他就是在这个佛教家庭长大的。可是没有人吃素啊。我吃素，然后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也吃过素，反正我怀他的时候就开始吃素。就是像我老公家的那个妹，他的妹妹那都吃素，就是我爱人他不吃，他就是反正我给他做啥他吃啥，有的时候他自己想肉吃了他就自己做。初一初十五他们也不吃素。初一十五他们吃素吗？就是艾卡达西的时候他跟着我一起那个就是吃艾卡达西那种。他那个时候跟着我。真的。他喜欢这样。他家帕布来中心参加过一次联谊。还挺平和的。然后他的婆婆也跟我们在那个外面参加过一次我们的节日的联谊，大联谊活动，还跟我们唱诵啊。很好。你还有工作吗？你上班？我上班。你做什么工作？我在税务局。这个是什么税务局？就是机关，就是机关，就是政府机关。哦。OK。今天不上班。现在我们居家呢，就是也隔离了嘛，疫情隔离，现在单位都不上班了，都在家办公。很好。所以你也看过我们的书吗？都看过啊，看过多少本？我看过《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然后还看了《奉爱的甘露》。好。还博家凡哥就看了第一篇到第七篇，后面还没看。很好。然后还看点那些小说，什么《完美对话录》啊，那个《再轮回》啊，那些小书看了点。你自己做饭啊，在家里你自己做。对。你可以供奉。我有的时候吧，就是做饭的时候，因为我都做素食，我就想着给奎师那做，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家里头他也做肉，我就，我总觉得不太洁净，就是。我心里边在想的供奉，就是过过节，柴他家那天显仙日，就是我那天供奉了，然后平时我就是坐前吃前就在心里边那样供奉的，就是
啊，但我每天都供水和供花。嗯嗯嗯。在家里你有佛坛吗？有佛坛。啊，有佛堂。你有没有家自己的神坛？我想有，就是你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就有个地方，然后我在那儿再有神坛。你说跟佛堂能在一起不？可以啊，嗯，可以，佛堂、神坛，可以在一起。你的老公同意，你的老公。我也想。老公能不能同意啊？放在一起。就是啊，因为以前就是佛堂也都是我来供奉，就是他只是有的时候进来看看。嗯。你什么人是奉献者？克什纳库马瑞。克什纳库马瑞的朋友。朋友，啊。对，他们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是同学。哦。原来。在那个道教学校。对，以前在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国学的学校，那个国学，嗯，好，没问题，我们祝福你好好念诵啊。好，那咕噜就接受你的托庇了啊，谢谢。嗯，谢谢咕噜。Hare Krishna。好。Hare Krishna， 祝福咕噜身体健康，传道顺利。谢谢。嗯，咕噜带太辛苦了。我们还有两三位，就是以前托庇您的李楠马达吉，还有陈颖杰马达吉，然后还有那个我邀请了新疆的，也是刚刚托庇您的这个古嘉林马达吉。古嘉林，他们简短跟您做个见面吧。啊，好。嗯，李楠马达吉。嗯，李楠，嗯，说话。顶拜啊，顶拜您，咕噜对。Hare Krishna， 顶拜你。Hare Krishna， 嗯，非常托庇于您了哈。嗯，我是那个金马南丁您给我介绍来的。我那个开始吧，对一些书都不怎么太感兴趣了，完了。真的是沈阳这个中心这个联谊活动啊，非常吸引我，沙提组长真的非常亲切，非常和蔼，而且他这个沈阳活动的这些奉献者吧，他们都是热情好客，真的是我通过联谊吧，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的团队，我以前也是信佛的。啊，吃素，但是也没找到很好的修行团体，所以接受这个 Krishna 知觉吧是比较挺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也看经典了，也看他们修行了，通过这些经典的书吧，我觉得和佛学有很多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奎师那是最高的神，是最完整又最完美的，也是学了一点点知识吧，主要还是在这个沙提他们沈阳这个小组中，联谊中吧，使我这个非常这个欢喜，得到了很多的甘露啊。他们每个人的修行，他们都讲出了内心的感受，使我真的很受感动和鼓舞。所以我也愿意和他们联谊，向他们学习。嗯，还有那个辽阳的那个，夏马，对我帮助很大。
非常关心我。我上辽阳也去过一次，真的对我帮助很大，我也很愿意学习。我去年就是托庇您了，我非常愿意接受您的启迪，我时刻等待着这一天。但是我知道我住得好，我现在就是因为疫情也不能去联谊了，但是我在家里头，因为那个沙提他都给我们讲了课，教我们替怎样做厨房服务，还要怎样学习。每个书都看了，那么多书其实我都想看，但是我有钱就是不知道看哪本最好。但应该反复读，我只读了一遍，读的也非常快，没理解它的内容。我请了这个博加瓦塔呢，我看头一篇就非常吸引我，就觉得讲的甘露一样，我也想好好把它读一下。但我一看那么多本儿，完了再加上去联谊，完还要做家务，就读的也不多，读了三本吧。上周最后一次联谊，沙提领我们学习那个《至尊奥义》书，我觉得那个特别好。至尊，至就是要去学习，要去达到尊重，尊重一切。最高的神，最高的主给了我们这么多仁慈，它是最完整又是最完美的。我在深刻的体验这句话，我就在一点点学习，我每天都做崇拜，崇拜你咕噜。我不知道昨天还是不够，希望你给我更多的指导，给我更多的训示。好，我们祝福你好好念诵。你的家庭的情况怎么样？你一个人吗还是什么？我的家我现在就是跟我女儿在一起。我女儿反正不是听我的话，我以前教她学佛，她是学了一个阶段，因为外面的干扰很大又不学了。他也离婚了，他的生活也不是很幸福，但是我也管不了他，我只能用我的行动去关怀他，去影响他，他不怎么障碍我。他有孩子？他有孩子没有？啊？你女儿有没有孩子？啊，他没有，他不要孩子。我是一切顺其自然，有了也不能就杀生吧，就是说。没有是更好，因为他本人他都不吃素，也不跟我学。我爱人也是，不怎么管我，但是我爱人那习气就是，他又抽烟，他又好玩，玩小麻将什么的。完了，他在那个他爸爸那个，留的房子屋子里住，我这是跟我女儿这个在一起住。他们都不怎么影响我，障碍我。但是我要拽他们进来，我知道是很困难，就是一点点影响他们。我就是自己想好好学习，完了能跟这个纯粹的奉献者在一起联谊，不断地提升自己。所以请咕噜队给我训示。他丈夫不跟他们住在，不跟他住在一起，他跟他女儿住在一起，他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基本就是还是我爱不怎么不爱上我女儿这儿来，偶尔也来一两次，不搁这儿住。所以很好，这就是你需要接受，你需要念诵，天天念诵十六圈。你可以念十六圈没问题啊。我现在天天早晨都是四五点钟吧起来沐浴，完了就念诵十六圈。但我知道我念诵有很多冒犯，而且我开始吧就念十六圈我觉得不费劲儿，但是我知道我念的质量非常不好，经常丢字落字的。我记得上一次联营加帕前咕噜您说的念的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呜噜噜噜噜噜噜，我觉得就是在说我。所以我现在要认真的好好的念诵圣名，
才能得到圣灵的这个加持和力量，否则都是冒犯。所以你需要提醒你的年终，完了每天做点素食供奉，那个做那个练习供奉食物，食品食物供奉嘛。你没有工作啊？你不上班？我退休了。退休了。哦。好。我以前是在医院工作。以前在医院工作。好，你退休很好，你可以做完全服务 Krishna。您说。完全服务 Krishna。所以我们祝福你，好好念诵。明白你 ，Guru。Hare Krishna。Hare Krishna。Hare Krishna。好，这样结吧，大吉。谁？陈永杰，也是托庇您的，我们沈阳的。陈永杰。陈永杰，把大吉说话，您迈开了。哎。Hare Krishna, Guruji. Hare Krishna. 你好啊。我很好。顶拜年 ，Guru。顶拜年。那个 Guru， 那个跟您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历程吧。其实那个自从我知道了主哈，我心里头就特别的有方向，就知道我的人生。就能得解脱，就特别的欢喜。所以说，那个脱壁了年之后呢，我就是一直非常摸爬滚打哈，一直在念诵。念诵之后，那个也是派发这个派发书啊，派发圣名，就是心里头特别的欢喜。但是呢，在生活中实际上是。我家还是蛮困难的哈，就是我的亲人，我姐妹哈，我们家我自己娘家姐妹六人，说非常亲密哈。完了，我就想把这个书，这个永恒的真理，我都要派发给他们。实际上是就是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们认为我就是生活还并不宽裕。不是很好，是认为我做的哈不够，完就质问我，说你这么做哈，那你就说你给你爱人就是带来幸福了吗？你给你儿子带来幸福了吗？就说我们一心就是说念诵的时候，那个实际上是没有照顾好家庭。我知道我哪方面都做的不好，我非常的，也觉得特别的难过，但是我心里头我是明白的哈，就是只有主才能给我们解脱，但是那个作为我们属于脱生的，在这个人生是以前世的果报，那么主在书里头是说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职责，是这个意思。那么家里这个职责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比如说一些参加一些活动上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顾荣在不容易啊，不容易处理。因为家庭的事也很重要，你需要注意。家庭的事情也很重要，你需要注意。你的家只有你，还有你的老头，有孩子吗？有儿子，我儿子30岁了。儿子30岁。对。还没结婚呢，没有结婚，没有对象，因为我家没有钱。你们需要钱，他不可以结婚，如果没有钱不能结婚。还是那个我爱人的身体也不好，
但是我就觉得那这是一切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我都接受，因为这一切也是我前世累积的，也是主给我安排的，是这样吗姑姑？对，是这样。对，我们就接受我们的情况，我们按照我们的业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都是 Krishna 安排，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的资格， Krishna 给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安排，按照以前我们做的事情，所以 Krishna 放我们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接受，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投靠 Krishna， 归于 Krishna， 我们感谢 Krishna， 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情况。Krishna 知道我们怎么样，所以 Krishna 安排我们的生活这样，他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情况，为了我们的灵性的进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 Krishna 安排，鼓励我们做好奉献服务，我们可以回归 Krishna。 所以你在家里你需要念诵，你一定要念诵，可是你还是要做你的父亲的责任。如果你的老公身体不好，你也需要服务他。你的儿子他有工作，你的儿子上班。嗯，你的儿子他有工作。我儿子去年的时候，他就是属于那个辞职了嘛。这一年来，他就是一直在找工作。和就是不断的更换中，这马上这个工作呢还是不合适，就是还要换，我只能祈祷哈，求主，求孤鲁无缘的仁慈哈，赐给我，赐给那个安排我的家庭，安排一切。好。昨天呢？好。昨天。前天我还派发那个佛家放歌，派发佛家放歌，也跟我们那个佛友呢，就是，劝他就是念，知道主，念诵主的那个圣名。每天我都是那个做素食啊，就是供奉主，但是呢，我怕是不够洁净。为啥呢？那个我爱人他是不，他没吃素，所以说哈，我就觉得这里头一定有很多的冒犯，做的不好，非常非常的忏悔。好，我们祝福你，希望 Krishna 帮助你，谢谢 Krishna 应该给你认识，帮助你。感谢 Guru， 感谢主 ，Hare Krishna。好，那我们还有这个古加林玛达吉 ，Guruji 他是新疆的古加林玛达吉，刚刚也是托庇您的，然后他可能在当地也没有什么联谊，正好今天有机会，我也邀请他来一起跟您见个面。Hare Krishna，Guruji。Hare Krishna。这个是我的儿子，他快跟爷爷说话，来，你听他爷爷。Hare Krishna， 小朋友，他多大？你的儿子多大？他今年已经四岁半了 ，Good day。四岁哟，已经大一点了，嗯。对，是的。Okay. 我是在今年您的那个Guru Puja的时候，我给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然后托庇于您了，然后您给我回信了，然后您鼓励我和祝福我，让我更好的去念诵，还有更好的去读书。然后这一次就是沈阳的萨提玛塔吉他邀请我，然后我有这个愿望想要。在看到您想跟您联谊，从2015年开始已经7年没见到您了，所以今天还是很高兴。你有两个孩子啊？
有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孩子。啊，一个男孩，现在可以去看、嗯 okay、看评论区。你的老公上班？对对，我的丈夫他在上班，现在我在照顾他，嗯，照顾家庭。还有什么人在那边？嗯，现在就是家里面，刚才就是有一个那个阿姨，她就是从我孩子出生没多久，她就在我家里，然后她也每天给我的神像，做菩萨等，然后去服务我们全家。然后我在这边就没有分享者联谊，就是在网络上面，然后跟分享者们一起联谊学习这样子。嗯嗯，所以你经常听课啊，网络听课。嗯，是的 ，Guru Day， 我之前就是跟着那个阿恰穆提，嗯，他在中国开设了一个那个博加瓦坛的一个特别系统的讲课。他每一周会给我们讲两节课，每一节课讲一到两章的内容，然后现在已经讲到第九篇的快讲完了，然后我就是跟着这个群学习博加瓦坛，然后再就是聆听您的讲课录音。嗯，阿恰穆提，他，你自己有自己博加瓦坛，你有一套吗？博加瓦坛。嗯。我有的 Guru Day， 我有博加瓦坛、嗯。他每个课他讲多长时间？阿恰穆提？嗯，他每一节课都会讲差不多快一个小时。然后之前就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就是比如说这一章他讲完，他会给我们留作业，就是有书面的作业，还有画画的作业。嗯，我觉得今天有点晚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想给您看一下，就是简单看一下我的那个作业，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是画的一个主的一个如愿树，然后这个就是在那个祭祀 Daksha 祭祀的时候，然后那个萨提他就是自焚了，然后在那个祭祀现场，然后画了这样的一个画。然后这个就是主希瓦的他的那个凯拉斯山，然后就是通过那个瓦坛上面的，然后去画了一个。然后这个就是在祭祀的时候他们做了冒犯嘛，然后他们就就是大克沙变成山羊头了，然后巴嘎普萨他们就是做了一些冒犯，然后我就画了一个这个。嗯，然后这个我就是画的至尊主他的巴比形象，然后骑着他的大鸟嘎入达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画的一个，这是我跟我儿子一起画的，这个是尼辛哈德瓦，主尼辛哈德瓦他去跟恶魔战斗的时候画了一个这样的照片。这个就是杜鲁瓦他在那个森林里冥想的时候，然后然后这个也是冥想的一个，就是主维什努他的这样的一个四臂的形体画了一个。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婆罗门，主的婆罗门化身，他就是三部的那个施舍的那个现场画了一个。然后这个就是古鲁瓦他通过冥想以后，就是至尊主过来就是给予他这个祝福，然后他乘坐他的大鸟。然后这个是我写了一个家谱，就是那个奉献者主 Krishna 这个奉献者大家庭，到婆罗后摩这个传系，就是这个奉献者的这样的一个家谱，做了一个家谱。然后这个是主 Ramachandra 和他的那个妻子西塔女神，在他的显现日的时候好像画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奇托凯图王和那个阿尔奇王后，然后我画的他们。这个呢，他就是那个
主巴拉拉玛他的显现日的时候画了一个主巴拉拉玛他喜欢种田的那个图片。哇，你们画的那么多啊。对，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每一张那个阿恰穆提他都会给我们留那个作业，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佛陀主的那个化身佛陀然后画的，然后这个就是主的最后一个化身，然后他骑着白马然后拿着剑的这个形体。然后这个是主克什纳在吹笛子，然后那些孔雀在跳舞，小动物。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是那个主尼辛哈德瓦的那个显现日那一天我画的他的那个手，就是那个指甲，他的手的那个。然后这个我就是画了一个小 Krishna 在睡觉。然后这个就是我就过滤一下，因为太多了。这个就是我画的那个海豚星系，然后冥想了一个海豚星系，然后讲到那个宇宙形体的时候画的。然后这个是主巴拉拉玛他的星球上面的一些就是他的分线者们然后画的他们。这个就是冥想的小 Krishna， 他被这些甜美的 Poseidon 所吸引，还有一些小的玩具什么的。然后这个是讲的圣，就画的圣人纳兰达，他在星际旅行的时候，就是讲到他的教导的时候，然后阿恰穆提妈咪他让我们画的这个。然后这个就是Daksha 主和他的奉献者纳拉达他们一起来到这个 Daksha， 就是 Daksha 在顶拜主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就是主 Krishna 他在那个卡利亚蛇他们的头上跳舞的时候，牧牛姑娘然后在旁边，然后还有他的牧牛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画的。然后就差不多，然后这个是达摩达尔的时候画的那个亚舒达妈妈和那个小 Krishna，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主的这样的一个形体。然后这个就是也是画的一个维什努的形体，所以就想给各位看一下。很好，你画的花了不少。然后就是我的问题倒是我会跟咕噜写信，因为今天太久了我就不打扰咕噜时间了。然后有一个问题前面咕噜您回答了，就是那个念诵的，就还有一个问题到时候我给您写信。好，咕噜辛苦了。最近你的念诵怎么样？最近我的念诵就是过年的时候您不是就是给我那个训示了嘛，然后我就每天早上就是早起一个半小时，然后基本都在早上完成，然后早上的念诵质量就会比较好。最近就有点不好，因为我刚刚拔了那个智齿，躯体受到的打扰有点多，所以我的那个心意就不是很好，所以身体还有点不太好。Okay.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好，我们祝福你好一点，把你的身体好一点，希望恢复跟你天一样，早得起念诵看书。Hare Krishna， Gurudev 辛苦您了，今天这么久。很高兴，到时候我再给您写信。好，具体的。很高兴看到你啊。我真的很高兴，哈尔波。Hare Krishna。Hare Krishna。对，我们也邀请了新疆的那个蒋秀辉马达吉，因为他要工作，所以说可能没有来。哦，对。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谁？哦，
查拉娜帕特妈妈的集刚才没有开麦是吗？你可以开麦吗？查拉娜帕特妈妈。Hare Krishna， 啊，开麦了，您说吧，视频能开吗？查拉娜帕特妈妈。你可以说话吗？查拉娜帕特妈妈。是啊。喊你，自己不知道就在喊你是吗？在干嘛？忙什么呢？赶紧说话。查拉娜帕特妈妈。你要跟咕噜说话吗？你要，否则我们就结束了啊！咕噜太辛苦了，太累了，今天时间太久了。OK， 没有，下一次。好吧，好，下一次吧。Oh, OK。不对。So 感谢上帝，敬拜你们。荣耀归于释迦牟尼佛，感谢所有的奉献者。Just a little bit.